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93面，393面第六行，看起，第六行。宽广平正，不可限极。这还是介绍极乐世界的环境。这两句讲的是大地，柱子里面前面这四句话了非常重要。心净土净，心平地平，心地平等则大地平正。这把西方世界大地平正的因说出来，也为我们证实了心现识变，境随心转。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灾难越来越多了，有部分同学警觉性比较高，在电话当中告诉我，在他们感触当中啊，好像大灾难已经开始了。这警觉性高的人，他就把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啊，拿出来多做好事了。知道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确实是有相当的警觉性。在预测，连科学家也是如此。地震、火山、瘟疫会越来越频繁，灾难也越来越严重，甚至许许多多大灾难是没有预兆的。好像突然来了。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确确实实要把此时此地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后的一天。这个话了，我跟同学们讲了很多次，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是我在世界上最后的一天，我必须要做些什么事。自己就明白了，不但不善的事不能做，不善的念头都不能生。我们希望今天一天是做到纯净纯善。中国
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至愚至善，这要怎么做法？我们现在明白了，没有怀疑了，完全肯定了，无过于念阿弥陀佛。那我今天一天的时间，分分秒秒，我都不忘记念佛，这就对了。那如果每一天都把它看作最后一天，每一天抓紧这一句佛号不放，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往生极乐世界了。无量劫来，心目当中所希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啊，那么这部经书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啊，这个几句是地理环境，与心念关系太密切了。心念是因，无比庄严美好，这是果报。啊，所以心要清净，心要平等。啊，本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我常说，我们果然得清净心，清净心比较容易得。啊，只要我这句佛号念念相续，心就清净了。啊，清净心决定生清净土，凡圣同居土。啊，平等心是更深了一级了。啊，心平在地平。生方便有余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宝庄严土。这个因果要相信啊，净业三福最后的一条深信因果，就是相信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啊，念佛决定得生净土，这是因果啊。得生净土啊，一生决定成佛，啊，是让我们相信这个因果。往生论偈云：“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这就是说，西方世界大地的环境啊，宽广不可限期啊，限期就是它没有数量啊，这个道理一般人很难懂啊。我们学佛如果是这几十年都不间断听过华严，听过楞严，啊，听过无量寿经，你就不会怀疑。自性里面没有对立的，没有大小，
大相是假的，圆净是假的，先后是假的，这些都是佛菩萨随顺事地说。随顺佛菩萨说那是真谛。宽广平正不可限极，这是随顺圣谛说的。是诸佛菩萨清正的境界。这些菩萨是化身菩萨。普通的菩萨见不到啊。那么我们平常修行，要不要注意心静心平？心要清净，就不能执着；心要平等，就不能分别。立分别执着，清净心、平等心就得到了。一定要晓得，世间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法上应时，何况非法？法是佛法，非法是所讲的世间法。事处世间法都不能执着，都不能分别，你就对了。你才能够感得极乐世界的净土啊。论诸曰：如虚空者，言来生者虽众，犹若无也。因十方众生往生者，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虽无量无边，毕竟常如虚空，广大无际，终无满时。我们这个地球有人蛮之患，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极乐世界人再多，每一个人感觉的都很舒畅，感觉的空间很大，没有拥挤的现象。你要问为什么？大乘经里面常说的一句话，称性故。他称性。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违背性德故。我们凡夫具足妄想分别执着，完全违背性德。信德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西方境界的环境是信德的圆满流露。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了，只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他就知道了。
往生，善中之善啊，天上人间，包括十法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知遇至善，讲到真实的，那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了。这才真正叫知遇至善，没有成佛，不能叫做知遇至善。啊，智是无上的意思。啊，所以今天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最后的一天，还要分别什么？还要执着什么？不需要了。啊，起心动念还是妄想，那你依旧造轮回业，你怎么能脱离轮回？如果把今天这一天抓好，念念是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真的要记住啊，我们能不能往生，关键就在今天呢。古人讲的，急在当下，世界往生论，庄严量功德成就，庄严量不可限期。啊，这个量是我们凡夫说的限量。啊，极乐世界没有限量，所以样样都是无量，啊，寿命无量，光明无量，啊，国土广大无量，清净无量，样样都是无量，啊，不可限期。再看下面一段呢，说他的庄严。美好啊，微妙奇丽，清净庄严。妙，啊，妙者，甚妙难思也。甚是殊胜，微妙，无法想象。啊，微妙呢，是妙中之妙，难思中之难思啊！啊，无法想象啊！啊，一见到之后，真的出乎意料之外。啊，好到什么程度，你说不出来。啊，你只能赞叹它太好了。利美好也，光华也，啊，其利呀，啊，这个义呀，其者利也，不可也，特也，非常也，啊，有这么多的意思。不谋是没有相同的，其利其义独超之美妙。啊，与
光华啊，它有光明华丽，如极乐之地七宝所成，夜夜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华，又似星月，故曰其理。啊，心啊，就好像啊，星星、月亮，心是自信啊流露的圆满出现，清净永离然也。庄严具万德，论诸曰：从菩萨智慧清净业起，庄严佛寺，以法性入清净相。这一句啊，很重要。我们不能够轻易的疏忽。啊，他从哪里来的？他从菩萨清净智慧业起。这是我们时时刻刻要学习的。啊，什么是菩萨？学佛的人不能不搞清楚。菩萨，梵语具足翻成的叫菩提萨埵。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略去了，称菩萨，啊，菩提萨埵。菩提是觉悟，萨埵是众生。这个众生觉悟了，就叫菩萨；那不觉悟呢，就叫凡夫。啊，觉悟的凡夫，换个名称。称他为菩萨，啊，菩萨觉而不明，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念念不离三皈依，觉而不迷是皈依佛，正而不邪是皈依法。静而不然是皈依僧，你看，三皈依起作用啊。三皈依落实在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菩萨了。菩萨真是智慧，智慧从哪里来？从定中来。从清净心来的，定清净心从哪来的？从持戒来的，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不持戒什么都没有了。持戒从哪里持起呢？记住，从弟子规。从感应篇，从十善业，离开儒释道的三个根，
无论怎么样的苦修勤修都没有结果啊，像种树一样，树种在地下，这树没根，怎么种都会枯死啊，这就晓得三个根的重要啊。三个根必须要修学，三个根永远不能离，成佛都不离。我们看一般彩画的佛像，啊，几乎一般佛像都能看得到。佛有圆光，头顶上有圆光，圆光上面有三个字，这三个字梵文读音叫嗡阿吽。在中国有梵文写的字，有藏文写的字，也有汉文写的字，音都是一样的，多念嗡阿吽啊，这三个字就是十善业。成佛也没有离开十善业啊，嗡是身业，阿是口业，哄是意业啊，身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邪，口业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意业不贪，不嗔，不痴。这是戒律的根本啊。小乘人把十善业展开，三千为一，十善不少啊。小乘人把它设作三千条啊，大乘菩萨就更多了，八万四千细心，十善业展开，八万四千细心归纳就这十条，你说多么重要啊！啊，有行才有清净心，十善是清净业，修成清净心，清净心起作用就是菩萨智慧，用这个来庄严佛寺啊。这不是人间的富丽堂皇啊，人间富丽堂皇不能跟菩萨智慧清净相比。为什么？菩萨的清净心能放光，光中还有佛，啊，世间再富丽、再堂皇、再豪华，它不会放光，光中没佛。啊，往后啊，我们都会读到。
佛寺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叫佛寺。啊，都得搞清楚啊。世尊用什么方式来做佛寺？用教学，讲经教学是佛寺。依法性入清净相啊，那这就是真的，不是假的。依法性是明心见性，清净相是清净无为。念老引用往生论，往生论注，注是坛然法师注的，引的特别多，而且好的句子都重复很多遍，让你将他这个注解看一遍之后，你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三句话：清净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为什么遍数太多了？这自然就记得了。啊，这是我们念佛人所求的呀。第一个阶段，我们要求的。终极的目标，那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你真正成就清净觉，得到清净觉，得到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就确定生净土了。往生极乐世界就拿到了保证了。又曰性本意，所以我们常常称为本性啊，它是根本，能生寂静，所生也能不静。能生的是心，心清净啊，所生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能生的是清净心，法性土啊，那极乐世界的国土哪有不清净的道理呢？因暗落国土是清净本性之所庄严成就也，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啊。这个世界是秽土啊，不清净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地球可以说到不清净之极，到极处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现象呢？找根源，人心坏。也就是地球上的居民心地
不清净到基础了，于是整个山河大地都不清净。多少年前，我们听到一个新的名词，保护环境。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没这个名词啊。啊，听说保护环境，也不过就最近50年的事情。50年之前没有听到人讲什么保护环境啊。啊，那换句话说，环境还相当好。啊，纵有污染不严重，没有人提出保护。到环境染污严重，就有人提出要保护环境，要环保了。啊，我当时听到这个名词，我就想了：环境有物质环境，有精神环境。精神环境跟物质环境是有关联的。如果精神环境要不保护，物质环境是永远不可能改善的。这是真的。天天讲环保，收获了精神的环保，就是清净心。这个收获了。今天的科学家懂得了物质从哪来，物质的基础是心念啊，就是你心里的起的念头，那是物质的根本。那念头坏了，物质环境当然坏了。这我们用科学家的讲法啊，念头好，物质环境就像极乐世界一样，无量珍宝所成。哪里会有灾难呢？啊，看到这一句，安乐国是清净本性之所庄严成就。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的地球，啊，地球是娑婆世界南瞻部洲，啊，南瞻部洲。是烦恼习气严重污染之所成就，这都坏了。啊，好像我记得有科学报告，往后的地震呢，大概都是8级、9级的。6、7级是小地震，啊，还可能出现超级的大地震。啊，现在地震频繁了，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现象。啊，历史上没有这种记录。
啊，往后我们大家通通都能看到。啊，今天是三月末了，啊，三月二十六号，啊，四月五月看看会不会有更大的地震出现，啊，有严重的灾害，我们离地震这个地方很远很远，一样也受到灾难。幕后是总结，超欲设方一切世界。啊，超越超过了，设防一切世界里头没有。本经，智心精进第五，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法藏比丘，愿作佛事，智慧、光明、国土、名字。借闻设法，并曰：“我立誓愿，度生无数诸佛国者。”这是法藏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所发的愿。他这个愿呢，真的是成就了。又与法藏菩萨因中法，超胜无数国佛国之愿。啊，制作佛时，他现在成佛了。本其所愿，即自得之。他的功德圆满成就了。啊，过去所发的愿自然现前，没有刻意去求。啊，自然然现前。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一定要能想到中国古人常说：“人生在世，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前定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明白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前定是弥陀在因地做比丘做菩萨时候所发的愿成就了。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的际遇前定怎么定的呢？过去生中跟这些众生有共业，里头有无量无数啊，恩怨呐，贪嗔痴慢不平。这些不善业也自然出现了，
那我们想啊，他自然碰到了。业力现前的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所现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这一生的机遇，业力所现的。这就全明白了，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啊，可不能怨人。如果怨人，罪上又加罪了。啊，最重要的觉悟，了解事实真相。啊，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了，这一切真放得下，你就得大自在了。得大自在的人，起心动念都是积功累德，成就了道业，成就了佛果。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今天世界人所造的罪业，感召的这些果报，如果大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真的像玛雅预言所说的，啊，到明年后年，几乎世界上严重灾难全爆发了。也可能自己也在逆难之中，不能避免，啊，都有可能啊。你知道哪个地方不发生地震呢？哪个地方的山不会崩溃呀？这些事情没有人能够预知的，啊，我们要想到。啊，念念呢，时时想到佛陀的教诲，经论是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呀，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些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乃至于自然现象，通通都是有前因后果。迷而不觉了，遭遇到的恐怖啊，惊慌失措，觉悟明白了，灾难现前，心是定。啊，知道是业力变现的，我自己的业力，众生的业力，啊，改变心态就能化解灾难。啊，改变心态要与信德相应。那说到信德，贤首大师望境还原观上讲的四德，那是根本是的，啊，讲的三种周边，
三种周边是四实真相。从三种周边流出四德。啊，三种周边是看破，是看破。四德是放下。第一个要知道，起心动念。这里的两个意思，起心是自信，动念是阿赖耶。起心是真心，动念是妄心。无论是真心跟妄心，只要一动，周边法界，这样记住。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念头才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全知道了，一个也瞒不住。啊，你的念头是真是妄，是邪是正，是善是恶，全都知道。迷惑颠倒众生不知道。啊，心地清净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周边法界。第二个现象，这三个都是属于自然现象。出生无尽。啊，出生无尽。念头啊，能够叫变法界虚空界生起变化，这个不可思议，起这么大的作用。啊，第三个含容空有，这个重要啊！含容空有是心量啊，含空心包太虚，容有量周法界，你的自信呢，本来是这么大的心量。现在连一个人都不能够包容，那成什么话呢？那你造的业就太重了。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是你本来的心量啊！啊，看到人一点点不是，就要责备，啊，就不高兴，这不像话。啊，没有包容心，包容心呐、啊，没有包容心，处处跟人结怨，果报是自然的。你在果报当中就自然，处处都是障碍。啊，你有财富也是处处有障碍。你有很高的地位，还是处处有障碍？为什么呢？你造的那个业嘛，他就有感这个果报嘛。这个东西只有佛法讲得透啊，讲得清楚啊。啊，所以事出世间，圣人教给我们对人要包容。对人要谦虚啊！啊，《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
一般人过失很多。经文上说，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不要怪他，要包容他。中国传统文化以孔老夫子做代表，因为他是集大成者。他老人家叫人，他一生自己做到，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这两个字代表夫子一生，他的德行、学问、为人，这两个字代表了忠实、真诚。恕是什么？原谅别人。包容别人。而且《论语》上还有三句话讲得非常具体。第一个，陈思不恕。这什么？多半都坏事。都不是好事。这个事情做成了，别再说了，已经成了，说了没用处，随事不见。事情虽然还没成功，但是干的人，他有决心。他一定会把它干成，也不必劝告他了。既然是劝他，劝告他，不必，劝他都不听，他不会接受，你就不必劝他了，随他去吧。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情不要再追究了。不需要再加给他的过，这个过错了，不管了，就是一笔勾销了。这是中国老祖宗教后世子孙为人处事应该这样就对了。大乘菩萨真实慈悲真诚慈悲，为什么对那个造作极重恶业的人还要这样对他？极恶之人他还是有本性的，本性本善了，他本来还是佛，一时迷惑，错了，堕到地狱去了，一定要原谅他，不但原谅他了，还得帮助他。他能接受多少，帮助他多少。不能接受的时候，暂时就不要理他。能接受，一定要帮他。这是菩萨。菩萨心里头只有慈悲也，没有怨恨。你害他，
毁谤他、羞辱他、伤害他，他心底还是坦然，没有一丝毫的怨恨。这是菩萨。他看到你在造业，看到你将来是果报。你什么时候回头，他什么时候就收出援手来帮助你。为什么？菩萨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哪有不关怀的道理？哪有不帮助的道理？所以这些是我们要学习的。这让我们体会到起心动念，这个念头是染是净，是邪是正，是善是恶，决定不能疏忽，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慧。智慧怎么样得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智慧。方法很多，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么多法门当中，最方便的无过于念佛。修无法师，你谁讲？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往生的时候能说成这么一句话。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这一句话入不入一法句？我们想想看，能不能入一法句？一法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不简单呐！一生一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话就代表他真实智慧。他走对了，你走错了。为什么呢？他能行，不能说。你呢？能说不能行？能行的人往生极乐世界了，能说的人还搞六道轮回。这句话意思里的很深呐。所以就剩下光明遍照第十二文里头所说的，本起前世求道，这是讲法藏菩萨了。
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欲计。是故极乐世界具足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这真的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因果真相，啊，回过头来看自己现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这生机遇就是过去生中起心动念啊，一切造作自然感得的啊。明白之后啊，我自己可以修正了，好处就在此地啊，我把念头修正过来，业感马上就产生变化。啊，所有一切自然感应我都不要了，我只取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其他的愿都放下了，只有这一愿。这一生就成功了。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这一段经文问答十一，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其实，极乐世界有没有四方天？有没有忉利天？没有。为什么？欲界天、色界天，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在凡圣同居土。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法界，往生极乐世界都在方便有余土。都得到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么我们就晓得，阿难提出这个问题，是代表一些愚昧无有智慧凡夫而发的。啊，我们看注解，忉利天，忉利是梵语，翻成中国是33。啊，中国人讲33天，欲界六天中第二，啊，欲界六层天它是第二层，在须弥山之巅，中央有一天城，地势所居，啊，地势中国人称它为玉皇大帝。
四方呢各有八天城，所以总数为33处，故称33天。啊，此忉利天之诸天，于四王天皆依须弥山而住。阿难，经闻佛说，极乐世界无须弥山，故问上述诸天呢，依何而住呢？那没有须弥山，这个欲界这两层天，它住在哪里了？我们看世尊为阿难尊者的解答。佛告阿难：夜幕、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答得没错。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夜幕居民须夜幕啊，居是居住，那夜幕就晓得夜幕是简称啊，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所以把那个虚字省掉了，这个音省掉了，成夜魔啊，就是虚夜魔天，欲界天中第三天，第三层天啊，四王天及忉利天依须弥山而住，这叫地居天。夜魔以上住在空中，名叫空居天。啊，所以夜须夜魔呢，翻成中国意思有十分、善分。佛的论语，夜魔天者，为此天随时受落，故曰十分。啊，这个十分啊，他每一天一定的时间去享乐，就好像学校学生上课一样啊，到时间就要进讲堂啊，这个天的福报很大，比忉利天大。每一天享乐的时间多啊，斗帅也是梵语，他的意思上足、妙足、知足、喜足，这些通通同而言之，就一个他很满足。知足常乐啊！啊，所以很多地方呢，看古大德引用的，都称为知足天。这个意思好。你看，不处菩萨都住在这个地方，表法了。现在弥勒菩萨住在那边，将来到这个世间来成佛，是娑婆世界第五尊佛。
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他是第五。啊，补处意思就是后补佛。啊，他后补释迦牟尼佛。什么条件才当作后补呢？知足。这个意思好啊。知足底下就成佛了。意思就是你圆满了，啊，知足就非常接近圆满了。啊，所以他的意思里头有上足，啊，上不是中下，啊，中足上头还有上足，上足上头就没有了，啊，妙足，意思多好啊，细足，你看足它就妙，啊，人要有满足，知足。那就妙了，人要知足就欢喜了，不知足很苦恼啊，不知足就不妙啊，啊，上妙喜都是从知足而来的。那欲界第四天与无欲之乐，生习足之心，名曰习足。啊，对这个世界，无欲之乐啊，他已经满足了，啊，才能生到这一层天。如果对于五欲七情的享受还有贪念，他就到不了这层天。啊，这层天知足，啊，才能升到这一层。其内愿为弥勒大师之净土，外愿为天众之娱乐处。啊，他有内外。换一句话说，这一个这一层天是凡圣同居土，内是等觉菩萨修行的道场。啊，他在等待。十界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就现身成佛了。外愿呢，是欲界第四天的天人。他们的报土。是无界天，无色天，无色界，色指色界诸天，十八层，啊，色界十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啊，界位居欲界天之上，住于虚空啊。换一句话说，他们不住在物质世界里的。啊，我们今天讲这种有形的物质，星球、星系
他们不住在这，他们住在空中，不同维次的空间。啊，他们叫空居天。如果住在星球上，住在火星，住在水星，住在天王星，那都叫地居天。他不住在空中，啊，他住在地面。故世尊反问阿难，若无须弥，天就无有住处者，那夜摩天以上诸天，那住在哪里呢？啊，佛这个话问得很好啊。啊，今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啊，夜摩以上的诸天，尚能不以虚弥，能住于空。他不以虚弥身，啊，能住在空中，叫空居天。在彼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诸天，啊，何必须有须弥山？这个意思就说清楚、说明白了。啊，阿难答曰：“因有不思议业力，致使诸天一空而住啊。”一。俱舍论光寂十三曰：造作名业，为身口意之所作名业。作善名善也，作恶名恶也。善业有生乐果之利用，恶业呢有生苦果之利用，故名业力。啊，业就是造作。古大德为我们用具体事实来说，啊，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啊，你在做事，有善事有恶事，事造作完了之后就叫业。啊，你看学生在上课要作业，啊，功课通通修完了叫毕业，毕业完毕了。啊，那么我们正在造的时候就造事啊，造完了之后就结业了，业在哪里？业在阿赖耶。啊，等于是你造作的通通都有档案有记录，收藏在哪里？收藏在阿赖耶。阿赖也是你的资料库，保存很久，永远保存，啊，你生生世世它都保存住。啊，如果要不保存，你证得须弥通，你怎么能知道过去时？
真的须弥陀没别的，就等于说你可以把过去式这些资料档案统统调出来看，就这个意思。我们凡夫不知道藏在哪里，调不出来。须弥陀人可以把自己无量劫前的档案全调出来，知道过去干些什么。所以这个造作不能大意啊，不能糊涂啊！啊，你的资料室藏的档案全是恶业，那就不好了。啊，恶业一定感得恶报。啊，遇到恶缘，果报现前。啊，善业感得善果。啊，遇到缘分的时候呢，这个善果就现前。啊，善果是人天福报啊！啊，你这个一生当中，啊，享大福报，啊，拥有财富，啊，或者是你得到的很高的地位。全是命中有的，这半点不由人呐。啊，所以这些都不能不知道啊。有部毗连也第46卷说。不思议业力，虽远必相牵。这个缘就是过去，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在佛法里面讲无量劫，你所造的这个业力，啊，缘遇到缘的话，这个业力就会起现行。啊，它起作用，就国报成熟事啊，求必终难脱。啊，要是恶报来的时候，你想躲避，躲不掉啊，你一定要受啊。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非常可怕。啊，人与人这些关系，在我们中国古德讲，这就是伦理的关系。啊，伦理是讲人跟人的关系。扩大来，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人与花草树木的关系，人与山河大地的关系，通通叫伦理。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啊，佛菩萨知道，所以佛菩萨的慈悲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无缘是无条件。啊，没有理由的，没有条件的，啊，自自然然应该要做的。
凡夫迷失了自信，不知道这个关系。那么就造作很多错事情了，造无量无边罪业，是因为无知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佛为阿难解释什么叫不思议业。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你知不知道？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这个其国是讲极乐世界，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这一段的意思很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果报者，据前注意，无量寿经前注，丁福宝居士编的。果报指过去所行善恶，感得之结果与回报，故名果报。本为一体，若细区分，则无人今日所遇之境界。由于过去世中所造业因之结果，是名果。又对应于造业之缘而报者，名为报。正可生果之物啊，曰因，助其因而促使得果者，这叫缘。下面举个例子，譬如米麦的种子因也，农夫耕耘与雨露之滋润，这是缘也。今年米麦之成熟，是以去年米麦为种子，故对于去年之米麦，则是果；对应于去年之农夫与雨露，那则是小报。这是解释“果报”两个字，意思不深，我们都能够看得懂。值得我们注意的，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之后，当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会想到将来的果报？
这一桩事情要紧呐、啊！如果我们就得这个念头，将来的果报不善，现在我们就把它停止，不做了，这是好事啊！这个事情啊，将来果报一定是好的，那我一定要做啊。这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生生世世得大利乐之人。啊，他懂得了，明了啊。啊，在这一生当中所遭遇的许许多多不如意，啊，不善的这些苦报，都知道它的因从哪里来的。啊，有些是自作自受。那是无怨无悔啊！我自己造的，我自己当然的承受啊。有些呢，他不是自己造的业啊，那是什么呢？代众生受苦，不一样。啊，自己没造这个业，可是得受这个报啊！代众生苦，真正的意思在这里。啊，弘法利生，好事啊！劝人断恶修善是好事啊！可是真的，社会上确实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不能接受，还得毁谤你、侮辱你，啊，甚至把你驱逐出境。那这叫代众生苦嘛？哎，就知道啊。这个地区众生佛不，你看善法在这里推不动，有这么大的障碍啊，一般称之为魔障啊，啊，又有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魔从哪里来的呢？不善共业来产生的，你通通把它认识清楚了，你在境界当中也很顺利，自自然然相处，就圆满了。啊，帮助众生的事情不圆满，实际上圆满了。哎，你这个好事被人障碍了，怎么圆满呢？你的发心圆满了。大乘佛法，论心不论事。发心圆满就是功德圆成。啊，事情没有圆满什么？那是众生福报不够啊，与你不相干。世尊
楞严经上讲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再大的艰难，菩萨不能不发心啊，不发心就错了，啊，发心做不到没关系，一定要发心。啊，所以你真的发心要帮助众生，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啊，帮助他们学习正法，帮助他们往生净土，而当中有人破坏，啊，那个力量非常强大，你没有办法抗拒。啊，或者你离开了，或者你不干了，其实你的功德圆满了。你应该感谢那些障碍的人。为什么？他们不障碍，做得好辛苦啊。哎，他们一障碍，不要做，功德也圆满。你想想看，谁占便宜啊？哎呀，自原来自己占大便宜啊，自己不知道啊。他们那些人造业了，他又说过，我功德圆满了，啊，我不是不做，真想做，啊，但是缘不成熟，功德就圆满。佛法里算账，合情合理合法，一点都不冤枉人。啊，不能说人家一障你就没功德了，那我们就泄气了，嘿，功德圆满了，啊，又不需要干，去做，啊，所以这个对障碍人生恭敬心的、感恩的心的，啊，还应该要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他们。为什么呢？他们造的罪业，将来受苦报。我们将功德回向给他，他将来受苦少一点，减轻一点。啊，这是我们对他的回报。啊，他帮助我们的成就，我们对他回报，决定没有一丝毫的怨恨心啊。啊，学佛不能不懂这个道理，这道理很深。啊，而且这些事情随时随地会遇到。啊，在现前这个社会，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都会碰到。啊，所以懂得了，我们就知道怎样处理。啊，不至于有怨恨，不至于把事情做错了。啊，没有一样不如法。啊，下面我们再看不可思议者。思是思维，说是言语。啊，不可思议，超情历尽。情是七情，是情识。见就是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不可思议。超越了。换一句话说，不是你的情见能理解的，不是你的情见所能看得到的。啊，后头这个解释
非众生思想语言之所能及也。这个解释也很好。啊，是你想象不到的。用现在的话说，是你知识达不到的。你没法子理解。啊，这个道理太深太广。众生业报啊，一般人见不到啊。啊，业报是两桩事情，一个是业因，一个是果报。啊，业报就是业因与果报都深。啊，有些业因是在现在，果报是在来世。啊，果报是在现前，业因是在前世。啊，有许善恶之业因呢，在遭受，在遭受苦受乐的果报。啊，善因乐苦，恶因苦苦，丝毫不爽啊！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宝积经96，曰：阎罗常告彼罪人，吾有少罪，莫能加。如自作罪，今日来，业报自招，无待者。阎罗王告诉受罪的人，啊，阎罗王说的是真话，我不能加给你很少的罪过，换句话说，我不能给你罪过。罪是你自己是自己造的，你自己受啊，我没有权利啊来加罪于你啊来惩罚你。阎罗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些果报说是你自己作罪，你今天来到此地。啊，自自然然来到此地，啊，是小鬼去抓你的，见阎罗王。那小鬼是阎罗王派的？不是的，那小鬼是你的冤亲债主啊，那把他抓来了。这个要懂得了。啊，冤亲债主变化作无常。变化作牛头马面来抓你，你自己来的，自作自受啊！是业报自招，无待者呀！如自作罪，今日来呀！啊，这个很好啊，这个四句啊，啊，阎罗常告彼罪人，吾有少罪，我能加。如自作罪，今日来，业报自招，无待者。又如普贤行愿品，
啊，这里头也有一段经文：菩萨自念，我与过去无始界中，由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今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这是普贤行愿品说的，在忏除业障啊，菩萨有智慧，菩萨有神通，菩萨知道过去啊，你看他知道我与过去无始界中啊，过去生生世世无量界前，菩萨知道续命通啊，啊，由于贪嗔痴发起身口意，贪嗔痴是业因啊，造作罪业的因啊，身口意是造作恶业的工具啊，是缘啊，啊，让你造无量无边的恶业。对，假如这些恶业有体相，尽虚空界不能容受，就是都装不下了。你造的业多少啊？菩萨如是，我们哪一个人不如是呢？无量劫来肯定造的恶业多，造的善业少，所以在六道里面的果报啊，恶报的少，苦报的多，原因就在此地作业无边呢，报必随之。啊，善肯定有善善果，恶决定有恶报，因果同三世啊。啊，你真的明白了，搞清楚了，才真正了解人一生决定占不到便宜，也决定吃不了亏。啊，为什么呢？果报同三世。啊，你这一生吃亏，来世补偿。啊，这一生占了便宜，来世去还债，杀人一定要偿命啊！欠债的一定要还钱啊！啊，我有钱被人骗了。不要放在心上。如果是他的，大概是过去生中我骗了他，现在我还他，这账了了。如果不是的，啊，他来骗我，来生他还要还你，还你还要付上利息。真占不到啊！
学佛觉悟了，明白了，跟从前不一样。啊，我欠别人的还了欢喜，别人欠我的不要了，我到极乐世界去，我不跟他搞讨债还债，在六道里头搞找这些麻烦事情，不要了，好啊。啊，你骗我去，我不要了。啊，我到极乐世界去。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